它变成开关，加热，加热好，设定温度，调整温度，加减，就设定温度后，请确认键，登山，几下就幸运移动过来。这个是凝胶功能，快捷键，这个是手动快捷键。这是自动快捷键，这个是自动快捷键，切换模式，摁模式键，摁一下，然后调整上下键，到凝胶孔凝器 OK 键，进入凝胶。凝胶有两遍。进入胶装状态，将中心线对准箭头，调整旋钮，张开合拢旋钮，调整到束本的等效状态，然后放入束本，按下手动快捷键。点动，踏板降声响起，5秒，踏板响降，抽出束板，这儿有个保护传感器。警告！我书本不离开保护传感器，它不会回复。离开了之后，手动键的话必须摁回复键。这个就是胶装的效果。现在是自动模式，退出手动键，切换模式到自动，然后请 OK 键，放上束本，束本必须先放在右边，然后向左边推，自动加急，然后上肩。这个是普通封皮的胶装，下面介绍精装封皮的胶装过程。按集成键退出模式，然后调整挤压感，四指针旋转旋钮，旋到位。这是把胶挤上来，然后把两块夹紧板转换方向，拆下各4个螺钉，
然后将这块铁条旋转，以上是可以。切换到金钻的模式，先行确认键，然后调整到金钻模式，再先确认键，风鸣气象就可以交装了。放上需要交装的运风皮，放夹钳夹在上面这里，然后放上木具，线凝胶安快捷线。凝胶结束后就可以进入胶房，放上去，一起将这个漆，然后一个漆按下自动键，读秒结束后还有一个是压槽功能，先按急停键退出设定模式，然后按功能键翻菜单，翻到加急模式，然后按 OK 键，然后你要加就请 OK 确认就行。Thank you.
那就可以期待亚超之日。